双数区的五号区的这个接发，我带我的小伙伴们去练一下啊。孩子有几个点要注意啊，脚对吧？脚尖的位置是很好对吧？绝对不能向前对吧？然后你是，我感觉你的习惯用右脚上对不对？那重心应该放哪里？放前脚对吧？因为快呀对吧？绝对不能放中间。我在你身上也发现一个很重要的，我觉得业余爱好者，他们重心都偏高，所以说大家接发的时候，我们的眼睛是要在网袋这里的，一定是这个位置刚刚好，把我。 眼睛在网袋的位置，啊，这是最好的一个松打的重心，所以你的职责是抓好重心五号去抓它，好吧？来开始，对，特别好，对，很好，好。那有个问题啊，就是大家在练的时候啊，注意啊，比如说我反拍去推这个球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推完这球很容易有一个习惯，包括你也有，打完之后有一个从下拉过来再拉的习惯，千万不要。 打完之后，动作是在这儿，推出去嘛，对吧？马上从这拉过来。